不行亲。不要啦，那是我老公。那是我老公。谁的？再说一遍啊，是我的。不行亲。不要啦，那是我老公。是我老公，谁的？再说一遍啊，是我的。爸爸很享受美，可以听一个儿子让老公吃醋。最可爱的小三，你要干嘛？你不是来学刺激的？啊，不是。那你问我那么多刺青的东西要干嘛？我这个。你是想吃糖果才来问我的，是吗？是。你也聪明哦。可以吃。要吃。你还是感冒。是不是要送医院？那你就还在咳嗽啊？那我叫你喝水，你又不喝水。他不好意思直接入主题，先铺个垫。我女儿两岁的时候也会这样。你昨天睡觉是不是鼻子不舒服？没有鼻子不舒服。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。白天我就鼻子好多了。那你就晚上睡觉，晚上就不会不舒服了。不要啦，这样我很累。你很累。哎，可是你睡觉你鼻子就会不舒服啊。我才没有睡觉才会好起来耶。没有睡觉才会好起来。不是啦，是睡觉才会好起来。你会害怕吃药吗？我今天有勇敢的吃药，我乖乖的问儿子妈妈有没有吃那个罐子里面的那个保湿料。不，就是那个糖果。你知道吃糖果会怎样吗？我有喝水。感冒会越来越不好。我有喝水呀。你有喝水哦？嗯。那这样子会生病得更快。对呀。会更容易生病，不是会很快好多起。吃糖果会生病？乱说。哪里乱说？那个不是糖果。那不然那是什么？那个只是好吃甜点的东西。什么好吃甜点的东西？那不就是糖果吗？对。